以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国家是哪一国？希腊。希腊文的你好怎么说？哇，好棒哦！下面哪一个国旗是希腊的国旗呢？一、二、三。喜欢哪个大哥哥大姐姐？都很喜欢，每个 大哥哥大姐姐都很好。那你下次还会再来吗？会。嗨，嗨。你们觉得来娱乐营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觉得娱乐营好玩吗？好玩。真的吗？那你下次还要来吗？耶、yeah, ，好玩。好。但是我总觉得，虽然我们说是我们在服务小朋友，可是其实我们从小朋友身上得到的可能更多。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想给予这边的小朋友很多的陪伴。那来到这里就让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成为更好的人。在生命中有多少机会，
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没有心机，就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。形式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就是给我一个像家一样的温暖。我很想这里，我觉得华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支服务队，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，谢谢你们让我们霸气这么美好。